我是来自美国的 Claire Shan 沈明熙，很荣幸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2023年中荣获业余少年 B 组金奖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李静文老师，李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跟随他学习3年多。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他们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。第一次听到古筝优美的音色，我就被它的旋律深深吸引。我希望将来能够在美国演奏更多，把古筝传播到更广阔的地方，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音乐的魅力。我是来自美国的 Claire Shan 沈明熙，我很是荣 Claire 幸。Shan 沈明熙，来自美国 Columbus, Ohio。今天是2023年6月28日，以下节目是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幸福曲水到庵村》。Thank you.